网络不好，是不是？3点起床，对的。谢谢七月的啾啾你哦。谢谢吉米粥的告白气球。好了，真的卡卡，但没办法，真的，我家网络超烂。那网络这么烂，我也不能做什么。我连 WiFi， 但我的4G 只有一格，你们确定？要尝试4G 吗？它现在只有一格哦。早安，我的四讯号只有一个。我们家附近基地才被迁去，就是很慢啊。我很常滑手机，滑到一半就不能滑了，太网络太烂。WiFi 是满格哦，我的 WiFi 姑且有满格，有4个。机台重开，我甚至不知道 WiFi 机台在哪里。一直像黑乌龟。在追剧，可能楼下来吗？可是我楼上的 WiFi 跟楼下好像是不一样的。谢十一的爱的熊抱。楼上网络应该是不知道，
谢谢吉米粥的猪猪你哦。连隔壁住户的，谢谢好好的钟情玫瑰。今天好圆乎。好像顺。今天吃了，刚刚吃了什么？河粉。好的，好突然，对啊，食量比你还大，可能那个水饺也没有到太大，可能。不简单是吧？可会吗？怎么突然吃这么多？没有，就是那个工作的便当是水饺，然后他说有多，所以就可以吃。因为我吃了吃完了九颗，因为我把一颗给别人吃了，所以我吃了九颗，然后就觉得很空虚，然后他就说有多可以拿，所以我就又拿了一颗。谢谢吉米粥的啾啾你哦。柑橘拉面味道如何？蛮好吃的。那个店呢？那个不是，那是晚餐。然后中午吃了那个什么鸡肉饭还是什么的便当。谢谢恩的啾啾你哦，皮薄馅少，但还好其实没有皮没有到很薄，馅也没有到很少。烫酒皮没粘在一起就很好，它是刚买，所以还好，没有粘在一起。柑橘拉面可以，就是因为我柑橘就是它上来的那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拿起来，所以它也没有泡在里面太久。很惊讶，很难的吃那么多。我觉得我昨天就吃蛮多的，就是偶尔会有几天是特别会吃。拉面是午餐，拉面不是午餐，拉面是前几天的事。真是难得一天，对啊，难得一天。昨天的大螃蟹，昨天有什么大螃蟹？昨天为什么有大螃蟹？柑橘片还是柠檬？有一个是，应该是柑橘片，然后有两片是柠檬。有去吃帝王蟹？为什么有帝王蟹？是雅生日餐不关我们的事，是雅生日餐没有我们啊。听起来好邪教，
会吗？我觉得拉面有时候他们都会放那个柠檬片。你没去，你是在讲哪一餐呢、啊？他跟阿北桑那个的话是只有他们两个，其他的话我们还没约啊。压根就是只有他们两个。咸的加甜的，柠檬不是甜，柠檬是酸的。现在太会想象。Hello。一群人去就不会是阿北相亲。柑橘，我觉得不会甜甜的，因为不会有人去吃那个柑橘吧，应该吧。它就只是放在里面，让它有个味道。应该是装饰品，应该是关装饰吧。好吃但要排队，对啊，要排队。果香还不错，但是他就说，怕它会太苦，有的人可以先拿起来，我就先拿起来，因为我没有很喜欢柑橘，累。对啊，会排很久吗？还行。对啊，会排很久吗？还行。嗯。它的浓度颇像面雾一等，我是点偏淡，但是偏淡吃起来还是浓的。微卡，现在喝水，我是没有喝。超卡卡卡，谢谢吉米的救救你哦。超卡。屏幕吗？没有，是那个灯。谢谢黑杰克的救救你哦。
今天不是，今天就单纯我今天 WiFi 很烂嘛，烂到爆炸。嗯，直播架，我刚刚不是直播架，刚刚是直播的灯，这个灯。因为它压根就没有放好，所以很容易倒。是不是网络很烂？超级烂。网络攻击，网络不想让我播。网络攻击，网络不想让我播。WiFi 不想让我播。谢谢科技语的啾啾你哦，网络超杂。看出来穿了。没有，本来就放在衣柜。因为今天还比较冷，就是我没有办法抓，今天没有办法抓我家的网络，它有时候就会顺，它有时候就是很卡，卡一整天。没办法呀，我救不了，网络不稳。嗯。看起来很累，是因为网络不好。网络不好就会被它影响，就会觉得我干嘛都是网络不好。会被网络影响，我的心情会被网络给影响。我半夜用的时候会不会比较顺？不一定。我有时候滑 IG 也是滑到一半卡住，那就要把 WiFi 关掉，然后换成 4G， 然后再切回去 WiFi， 然后再换成 4G， 就是要切来切去，很麻烦。嗯，而有时候留言也跑不出来，就是我点然后他就说网络不稳，未连接到网络。啊，就是我已经有请我那个大姨帮我看 WiFi 过了，但就是才是蛮烂，好像听说要除非要升级还是干嘛，就可能会好一点。就是超卡，我现在连电脑都很卡。WiFi 很差，真的很神奇。嗯，还是要找出来，然后拔插头，是吗？可是就之前也有重开过，但还是很慢，就说是没有，应该就是没有很好。
本来就很卡。因为它就是时好时坏，所以也不是说真的烂到都被，也不是说真的烂到都不能用，就是它还是。时好时坏，因为我连日常都会被网络搞心态，但是日常就还好，毕竟日常没有急需嘛，就是稍微等他一下，然后重整，重新整理，一直重新整理。但直播又不能一直重整重整，会继续卡。多喝反而更长。这个就是电脑，电脑其实顺网络比较好，但是还是顺它跑那种 SNS 很慢啊。他说不定等等就可怜你。他说不定等等就可怜你。就是很卡。也会有 WiFi 只有一格的问题吗？应该是还好哎。觉得倒是还好。4G 吧，
泰国口香糖，对啊，还剩一颗。稍好一点就卡一下，对，大家不要期望了，他今天就是，他今天没有想上班。今天的 WiFi 没有想上班。一个礼拜一颗镜头，就是因为它就放在电脑桌那边，就是我看到它我也不会拿起来吃，就是真的很偶尔才会拿起来。这是直播 ，Yes， 是去直播。他不要以为是礼拜四很快，结果礼拜四也长这个样子，就没救了。只有直播才想叫，对，礼拜四会变好吧？这就不一定哦，可能就是一样很惨的。但像礼拜四比上次至少比较好，上礼拜四有很卡吗？好好奇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到底是这样，因为这边写是网络不稳，这样，因为这边写是网络不稳，疯狂网络不稳，疯狂网络不稳。大家可以形容一下现在的直播间是什么样子，但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就是如果你们看不到画面的，就是如果你们看不到画面的话，我好像做什么也很奇怪。这样，直播灯没关吧？超级美观，会跳真的画面。会还看得到我的人吗？连声音都会一直重来的话，就没办法。
是我的那个网络不稳，从头到尾都是网络不稳，它已经这样，已经不知道显示多久了。偶尔重播三遍，要不就会一直听到那个音乐重复三遍。但是都看得到。还有滑鼠的声音，音乐不会跳帧，这是神奇事，神奇之处。像画质有顺一点，真的吗？因为我这边从头到尾都是网路不顺哦，永远都是红色的哦，它从来没有变绿色的。它前面四句的时候还有绿色的说。超虎哦，快点去看牙医了啦，反正你在这里面看直播也看不到什么，他就是很虎，因为真的完全没断，可能他收音很好。网络不稳，画质低但不太卡，不安，很厌世的 WiFi。超级厌世，但是看到平常在家的样子，算吧，因为就是我也做不了什么事，就是平常在家里发呆的样子。直播是有要做什么什么，就是否直播间的大家，然后可以看荧幕回留言。我现在就是因为它网络烂到一个爆炸，我不想，我现在已经放弃看我的直播间，我已经放弃了。我现在开始在做我自己的事，我不上班了。开始玩游戏，
声音就好，我就挂停，我挂播，大家挂停。好了，要我下班。对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卡成这样？从来那个红色没有变成绿色过。还要求我不要表情不变。晚上是没存档的人中之龙，会不会睡着啊？人中之龙，我发现他会害我睡着。就没存档，应该有存档吧？就是我再也没有打开过了。我可能要打开才会知道晚上到底有没有存档。会有，你都快睡着，你都快睡着，还叫我玩人中之龙。啊，我感觉，可是是不是又要连手把？我上次是用键盘还是用手把？我已经不记得，我上次是用什么玩的？我上次是有连手把，对不对？他家能是顺的，你就谢天谢地。但为什么啊？我明明就没有怎么说，我明明就一直是红色，你们还是看到啊？我手把在哪？是不是掉下去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捡起来过？我拿不起来，还有一个，还有电吗？要插线，要插线，这样子吗？不用插可以玩吗？网络看到我大。暴打人就好，不插可以吗？还是一定要插这些？我不会用摇杆，会不会能玩到睡着？不知道。欸，我上次有存到档，我上次玩了58个小时啊，不是58分钟。我不会用摇杆。我可不可以把那个叉叉贴成圈圈啊？我会一直按错。摇杆不是无限的吧？好厌世哦！我不会用这个摇杆。大家可不可以送我摇杆？送我正常的叉叉在右边的，可不可以？要干嘛？要干嘛？我不知道我要干嘛。58小时，58分钟而已，抱歉，就是上次的58分钟。我真的不记得欸，我上次在干嘛？A 是什么？那个是 A， 叉叉是 A， 在找路上女生麻烦，因为她看不起我。我回什么？回公司哦。就是怎么说，因为这个是 PS5 嘛， PS5 还是 PS 什么鬼的摇杆，但它上面写的是另外一种摇杆嘛，
可不可以快转、啊？可不可以快转、啊？是的，哈。不能换，就是至少他给我就是正确的，这样我不会看错啊，不然我每次都来不及反应。他写 A 上面根本没有 A， 我很困扰。又开始说话了，对啊，他在开始说话。要干嘛 ？Yeah。我只有 Switch 的摇杆跟这个摇杆。还是有什么游戏可以用这个摇杆玩？我直接换一个游戏。讲很久哎、欸，不能快转，怎么有不能快转这种事情？通常电脑都是，好吧。杀了他！现在是什么环节？ヤクザのくせにやり方知らねえのか。有接线的话是从电脑供电，不会有电池。这个看起来没有电池。剁手抽，他要剁手了。啊，切手指，他要切手指。有码吗？没有，他没有切下去，他还没有，他刚刚要切，刚刚他是拿那个刀子，然后要切下去，但他没有切，他那个切的就像用那个切纸的那个机器一样，这样。好，可以略过了。略过了，常常要切手指，哎，是不是黑道都要切手指？那个机器接手很困难，没有，他是拿刀子，一是什么？太长了吧，还从小指切。阿卡内卡，お前何してんだ？え？よし、阿卡内阿卡大丈夫？お前、阿卡、おい、阿卡内女。一直出包，手指会不够切。什么环节？
把小孩子关在置物柜，确定这样不会死掉。在路上这样敲置物柜不会被警察抓住，他乱敲别人的置物柜。他真的有把小孩放在置物柜。他看起来像是死了一样，现在在救小孩出来吗？对，刚刚也好像有个故事，反正就是他的小孩，他妈妈把小孩放在置物柜，他妈妈就消失了，他没有那个钥匙，然后他就用拳头把那个置物柜打开，路人还说要不要报警，路人就说，路人有没有报警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他把柜子打开，他敲那个装小孩的置物柜，对啊对啊，就是他装里面，要他敲外面那个门。然后他打开门的时候，小孩睡得跟死了一样，哎，怎么可能外面敲成那样都不会被吵醒？吓都吓死！小孩没说啥，小孩睡得很安稳，他睡得很安稳，像是没有生病一样，真的是睡得很安稳。他在外面这样打了超多拳，有个吵的好不好？怎么可以睡成那样？而且他。上一幕哦，上一幕他还说他还是听到那个小孩的哭声才知道他在哪一格，然后下一秒他敲成那样他就睡死了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他上一秒还在哭，哎，他敲一敲他就睡着了，怎么样都是反过来了吧？再敲了三个小时。刚睡吧，叫不醒，敲昏的，震应该那个吧，他这样敲那个置物柜，置物柜已经震动，已经大到那个脑震荡了。直接安息，喝完就睡，直接安息。喝完就睡，喝完就睡，真的是哭完就睡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哭到有人来救就能休息了。敲置物柜的时候才敲到头，应该是吧，在铁柜里面，然后被外面这样这么用力的敲，应该里面的东西早就那个了，脑震荡晃完。人要变多了。我在吃什么？我在吃口香糖。敲了物理学。敲卡。地化石零一。还是我等一下重开看看。
我是账号是。因为计划只不想上班离 ，yes。做到那么多吐槽点。画质恢复了，真的假的？为何？为何？就那个もう食べれない、食べられない。美味しいから食べれる。眼睛张开了，我吗？谁？什么意思？本来就是满满槽点的游戏。是不是偷连载下线？偷连载下线了吗？开后台降他网速，真的吗？有这种事吗？对，他现在确实是没有那个，没有写网路簿。不记得我的 LINE 的账号是什么，我是用 ID 吗？网络可能喜欢听我吐槽，有这种事，还是没有这么差。是啪啦啪啦的打，跟网络没差吧？太真的被黑到吓到。他的小孩子配音也太难听，这个哭法也太难听了吧？黑到很凶，黑到很凶。只是在乱说，刚敲置物柜也把它敲死，那也已经过太久了，好不好？欸，我压根就没有认真在看他的剧情，可不可以快转？我又想要快转，他不让我快转。刚以为是你很在爱好，是小朋友哭。小孩子哭的难听才真实，可是他听起来不像是，就是是配音啊，就是很吵，不像是婴儿的哭声，比较像那个幼稚园的哭声。然后我甚至不知道谁才是他爸，谁才是他妈，我根本没有在看剧情，我到现在就是可不可以快转？我腻了。不看剧情蛮正常。我听着，我压根不知道现在坐在他隔壁的那个人到底是谁。这游戏是不是不适合我？他太多剧情了，他太多剧情了，不想玩了。不要再给我讲剧情了，不想知道他的背景。不想知道他的故事背景。适合玩真人快打之类的，没有剧情的春哥都太长了。我才做了一件事情，就强迫我看这种快要十分钟的一片。我刚刚就是。我刚做了什么？我刚刚有做什么？我刚刚除了
按快转以外，我完全没有任何游戏体验、欸、我就只有按快转这件事情是我可以操控的，其他我都操控不了。晚餐被放生了，不要睡觉。为什么不要睡觉？那锅贴。快转游戏，对，我除了快转游戏，我今天还没有做什么事情哎、欸。早安。你刚刚是走到后，就一直去行。我就是基本上我只有移动地图这样，然后进入主线就开始看剧情。こいつらは荒川君と島争いの真っ最中。おたくんとこだけがうちの組。不喜欢剧情的话，有很多别的游戏可以选。但就是我现在有这个游戏，我就只能不玩也是浪费。但是就是真的是，我发现很不是我。如果是妈妈配音，我会认真听啊。不一定哦，因为真的太长了。真的太强了！平常摇杆是在哪？我很少拿摇杆，我超不会用摇杆的，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哪边是哪。是，太久了，请问有没有过了五分钟？有没有剧情跳过可以点？可以跳过的时候，他会写说可以按那个 A 跳过，但。不行的时候，他就不会跳那个东西，所以我按什么键都没办法跳。把摇杆当键盘键。这游戏太不友善，我跳过，而且他有些可以跳过，有些不能跳过。我不懂他的可以跳过的部分是为什么，是为什么可以跳，为什么可以让我跳过这样子？然后这里为什么不给我跳过？就是不重要的剧情，这个叫做重要的剧情吗？他刚刚为了那应该是为了主角切了一只小妞妞这样子，我有看到重点的地方也有看到。我打字回游戏化。哎呀，不要再打架了，快点！我没有想看你们的那个背景。重要把都单子，然后他现在就又打了一拳主角。这款游戏就是在打架，这款游戏应该是让我也要打架，他不是看他们打架、欸，我没有想看你们打架，我要有操控权啊，他没有让我可以操控的意思、欸。等你讲完这一段剧情，我就要关掉这个游戏，我就存档关掉。快点！どうして？さあ、俺を知ってたガキ。后面就有的打。我现在还在很开头吗？我现在还在很开头吗？我玩了，我上次不是玩了一个小时吗？现在还在开头。开头要多久？两个小时才会进入真正的后半段。我不相信，我觉得他后面就是一样是这样，一直在回顾。不管怎么样，他有很多东西可以回顾。已经玩一个小时了，这就是上次开了一个小时。何の言ったら及ぶんだ。ガキにやる杯はねえんだよ。構うな。我可能会通过，但就不对。从来都没看过，从来都没有看过啊！因为你看，他现在就是一直在讲剧情，我超没有耐心的。但你一个小时有一些时间在找路上路人麻烦，但就代表那可能有30分钟我都在找路人麻烦，有30分钟他都在讲剧情。ヤクザなんかになろうとするんじゃ。
杀主线可能都要20小时，提供我参考。那玩人中之龙的人都玩很快吗？还是他们都玩很久？就是有的人感觉就是刚弄就可以玩完，为什么？这是可以一天就玩完的游戏吗？没有吧。我要先撑到主角变爆炸头才会自由。主角为什么会变爆炸头？他什么时候要变爆炸头？看大家支线也解禁说要50个小时，我压根不知道我现在在主线还是在支线。他也没有什么那种就是主线什么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谢谢金佑的我是闪亮星。还有很遥远的一段剧情之路，大家说。每个人的眼都戴了2001的眼镜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何？啊，是上次瞪我的那个女生，不要去救她了啦！不要去救她了啦！她上次瞪我欸。她现在看起来脾气很差欸，不要救她了啦。记者会，就是那个女生啊，那个中分头短发女，为什么要救她？干嘛救她？她一脸就看起来没有想要，就是感谢我们呢、欸。她怎么可能是？怎么可能会感谢我们？你在玩什么？人中之龙。长头发我就会建议你不要救了。为什么？我只知道这个人。长头发我就建议，眼睛拿掉会变美女。应该不是吧，因为你短发控。如果一章结算我还在续章还没第章，真的假的？我有答案的时候反而可以看，因为它是回合制。你看那女的根本没有要感谢我嘛，我干嘛救她、啊、奇怪，都帮她打坏人了 还跑走。下次就打她，我下次就打她。2001年了，还没出生呢、欸。这游戏的自由度太差，但是不知好歹，就是对他不懂。我姑且救他一命呢、欸。好了啦，什么时候才要回到那个就是自由时间呢、欸？我这样很难结束哎、欸，我这样很难结束哎、欸。Loading， 适合玩那种可以乱乱跑。用摇杆的方式好特别，因为我发现这个游戏根本摇杆不需要拿枪。我们可以先把它放着，先直播。哦，我自由了，我自由了。有吗？我现在有在保存吗？现在有保存吗？5.05，有有有，它有保存。好了好了，我要放弃它了。
留然后秒存，秒存，秒存起来。我有存起来已经很好。保存关游戏，是在存档的声音。对啊，我看看我还有什么。我都下载了一些我自己不记得是什么的游戏。来，扑悠扑悠，扑悠扑悠 ，Tetris。下个月再开，下个月再开。不一定啊，说不定有的人觉得好玩。哎，那我可以用键盘玩吗？是不是可以？那我放回去了，被冷冻，被冷冻。药水时速的时候再打开。没有哎，它看起来是直接用键盘就行。但我跟各位讲说，我不会用，我不会玩扑悠扑悠。大家会玩扑悠扑悠吗？我超级不会玩扑悠扑悠。我上次用电Switch 玩扑悠扑悠，然后发现我不会玩扑悠扑悠。啊，这样子啊，不对。我上次有用那个扑悠扑悠上课哦，他有教我上课，但我现在忘记，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，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，不要再给我紫色，不需要紫色，我在乱放，完蛋了，完蛋了我，完蛋了我。完蛋了我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扑悠扑悠是什么意思啊？真的是不会玩哎、欸，我一直在乱放哦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我，没有连击，我想要连击，但我永远办不到。我是典型的上完课就忘哈，紫色，绿色，放哪里好？我要放弃了啦，完蛋了吧，完蛋了。我要死翘翘了，我每次都会输在一样的地方。我是不是压根就不要去学什么连击啊？我就好好学怎么样消掉就好了。太难玩了这个游戏。教不了，我好难过，好难玩啊！啊！为什么我的绿色跟黄色可以间隔的这么好？摆的时尚难看。
我以为刚刚至少可以会有一个连击的，但完全没有。这样也只有一个连锁，3138，什么分数？我只有一颗星哎，完蛋了吧？完蛋了吧？只有一颗星，我压根就不适合玩《Puyo Puyo》。要会连锁，不然玩到后面会很难过。还以为打败切换的是我没错啊，俄罗斯方块是我没错，但是扑悠扑悠我真的超级烂，超级烂！我真的是，我最近的目标是想要学会扑悠扑悠，但我发现我学不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有学啊，就是说要放三个，要放三个，放这样。对吧？他还有教我说什么要阶段式，但是我完全不知道阶段式是什么。等一下，哪一边啊？这边吗？哪一边啊？这样吗？啊！我又坏了！我现在又坏掉了。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要怎么样他才不会？连在一起啊！他上次是怎么不让他连在一起的？不是这样吗？他这样就是会连在一起啊？为何？我可能我上次上完就没有练会就关掉了，所以我现在忘记了，我现在忘记怎么用了啊！这样吗？好像是哦，只要现在红色消掉，它就会消掉，是吗？有两连锁，有三个，为什么？我不懂，我赢了，为什么赢了？它会掉下来，对，它会掉下来。我刚刚莫名其妙有三连锁，哎，吓死，晒到一个，哈哈哈。再来一个，然后我自己不知道有三连锁。我刚才说这样应该会有两个，结果有三个的。下一个是，这个还是扑悠扑悠吗？怎么还有一只？怎么还有一只扑悠扑悠？不想再玩扑悠扑悠了。学不会，我学不会，蒙到你！我刚刚真的是蒙到哦。好，再挑战一次。等一下哦，绿色。黄色，这样 ，no， 这样子，然后都，等一下，先放去旁边，不要的都先放去旁边，我要紫色，没有紫色。不要红色了，我不想要红色。好，算了。啊！我还没叠好，我就完蛋了啦！完蛋了啦！什么意思？我压根就放错了，我觉得我又放错了。我又放错了，没有连击的啦！再见了！完蛋了我。完蛋了我，要怎么放啊？不懂哎，怎么样才会有连击啊？莫名其妙，这样，怎么办啊？我要怎么办？要怎么办啊？一个，两个。两个，什么意思？不懂，好难玩，超难玩，世界难玩。
没关系，有两个，有两个就开心，我两有两个就好，至少要有两个，是不是放错了？我又放错了。黄，这错错错错错，这样，这样，好，没有，很棒，这样，两个，两个，怎么只有两千分呢、啊？我明明就有连击，为什么只有两千分呢、啊？怎么我有连击，但只有两千分呢、啊？啊！我赢了！我赢了！我赢了！一颗星！关卡，请大家去挑战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我刚刚莫名其妙获得三颗星。来哦，俄罗斯方块。但我不会用键盘玩俄罗斯，我忘记怎么玩。请问俄罗斯方块的那个 space 要怎么用啊？是按什么？我居然就按哪个？OK， 我现在有在搞懂的意思哦。我会用电脑版，太久没有用了。啊！放错啦，超难看的，超难看的一个要怎么转？要怎么转？用电脑要怎么转？啊，按错了，啊，完蛋了，啊，再。怎么放的？我怎么放的？我那时候是怎么放的？要怎么玩 ？T 转？请问俄罗斯方块用键盘要怎么 T 转？不会、欸，我瞬间不会玩了、欸。我瞬间不会玩了。玩得太烂了，我很难过，我现在很难过。为何？这个电脑我就不会踢转了。要怎么转？我想要会转，但我不会。放错。上不就会转？是上转吗？是上转吗？经济旋转，我忘记怎么旋转方块啊！我不管，我要再一次。我不管，我要再一次。可是我刚刚有三颗星呢。好吧，他不让我回去。上不会走，目前我怎么放方块？对啊，我刚怎么放方块的、啊？哦，上吗？上跟什么？上跟什么？只有上可以转，只有上可以转，是不是？拿着好多，所以我等一下要按上就是了。我了解，我等一下按上就对了。现在才了解，
结果压根就没有放到一个需要让我踢转的时候。请他不要这么快死，我还没有摆到，还没有摆到想要踢转的时候。他不能这么快死哦。还没有找到状况，这边吗？等一下，还没到，还没到，他快死了！等一下，不是现在，还没到，我这个摆不到，我摆不到哎，怎么办啊？我找不到哪里可以有梯哦，有了。那要怎么摆？等一下，那要怎么摆？等一下，不是这个啊！这样有吗？啊！等一下，他要死了！那我我刚刚已经摆好了，就差那個、再给我两个。方块我就可以尝试了，说算了，下一个。再来一次，这次要成功吧，这次要转到吧。但我是真的不会放，我真的很不会放那个梯，我都是先乱放。然后刚好有出现的时候再去尝试。比如说像现在有放到一个，但是这样没有吧？这样感觉没有可以转进去的余地。这样吗？下去之后没有，这个不算了，这不算了。好吧，好吧，我刚刚那个不算了，可恶，太可恶了。不要再给我正方形。等一下，我准备好了，先往下。成功了一次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等一下哦，太难了吧，还要按下，只能按上哦，原来用键盘只能按上，那不就没有转的方向的问题？那不就随便转都可以进去？管留言，你们讲什么？有人讲话是不是？ZXC 是什么？你们现在在讲什么？ZXC 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按 ZXC？ZXC 是什么功能？ZX 是什么？不同旋转的方向。你说要用左手转哦？上下左右在右边，然后要用左手转，有这种高这么高的技术，
的、哦，原来用键盘是要双手都要用的吗？旋转，旋转。但我不会耶，我不会用，我不会用，我不会用那个转方向，我不知道转哪边是哪边，所以我每次都乱转。耶、yeah, ，我都只转单边了，我都只转单边，用上很难转，所以对啊，所以我刚刚说要怎么转，哦，真的耶。我不会玩了，怎么办？臭狗，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我们先用上就好了。我突然不会玩，突然不会玩了啊！怎么办？原来是从以前那个 FD 时代就可以用什么 ZXC 了，是吗？那我怎么会如今才知道呢？会如今到了现在才知道有这些功能。我看到现在很会玩扑悠扑悠那个人，对面的，对面的很会玩扑悠扑悠。对面的很会玩扑悠扑悠。等一下哦，往下之后。OK， 按 X， 然后嘞，啊，转错边了啦！再见了我，再见了我。对面的很会玩扑悠扑悠哎，放错了，嗯。能放错吧，因为我是因为我一直按上，所以才会放错，还是这是我的问题，我觉得是我的问题。疯狂按上啊！你都要按上了，左手就收是吧？放弃左手，我左手已经长这样哎、欸。因为我发现 C， 你说 C 是后，哎呀，怎么关起来？还我大屏幕，还我大屏幕！我要怎么回去大屏幕？我的屏幕直接荡掉。OK， 我回来了。放弃左手，惨了，回到扑悠扑悠时刻。我要进下一关吗？下一关是扑悠扑悠哎。PK 魔法气泡，扑悠扑悠真的是死亡哎。大家想看吗？我可以让你们看。我可以让你们看我玩那个非常烂的扑悠扑悠，强制换游戏玩，它是关卡，所以它应该是搭好的。我想要让我思考一下要怎么样你们才看吧。确认一下这边吗？左半边这边。
你们只要看我的摆很烂的扑悠扑悠就好了，我真的是很烂，我真的很不会玩扑悠扑悠。这边是我蓝色树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不是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不是不是，这样，这样，都不要的先放旁边，不要的先放旁边，等一下，不是，这样吗？这样，这样，啊啊！等一下，我快搞懂了，我快搞懂了。等一下，这样子吗？有四个，有四个，有四个。好了，我现在不会了，我现在忘记。我赢了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我刚刚有四个哎。啊，为什么只有一颗星？为何？为何只有一颗星？我那么快就结束了、欸，这样只有一颗星哎、欸，为何？他刚刚的标准是什么？他刚刚的标准是什么？我想知道他刚刚的四千分以上，不是啊啊！我刚刚。是他这么快死的问题吧？嗯，刚刚是我的问题吗？我刚刚就好不容易摆了一个四连击，然后他就死了、欸，为何？我甚至不知道对面发生了什么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怎么返回？我一定要开始吗？可以不用开始吧？可以让我重返吗？啊分数太低吧？可是我刚刚不是有成功吗？这样嘛，三个嘛，然后放隔壁嘛。啊，不要的先放隔壁，不要的先放隔壁。是不是反过来了？我反过来了。等等等等等等等。我突然就又不会玩了。哎，哎，铲铲铲铲铲铲铲。好了好了，大家我好像不行了。啊！他坏我好戏耶！我刚刚都学好了，他坏了我好戏。我刚刚都准备好了。好了好了，我要进，我铲铲铲。我回到了刚刚不会玩的那个时候。不是啊，三千分也太难了吧？我犯了什么？啊！不会玩了，不想玩了。不是 啊，隔壁死的这么快，是要怎么三千分？他隔壁死的这么快，是要怎么三千分？我这样只有一千八，我只有一千八，哎。怎么什么时候换我要死了？怎么突然换我要死了？怎么突然变成我要死了？为什么这么多这种不需要的东西？有点太多喽，有点太多喽。
是这样子的吗？我现在只是一直在消他给我的气泡。不要再给我花啊！哦，有两个，撞到，撞到两个，啊，两千五，两千五，太难了吧？怎么玩啊？这要怎么玩啊？太难了，我的脑不适合玩扑悠扑悠。不要再不要不要！这个是什么？技能战是什么鬼？技能战是什么鬼？这是什么？不懂。不懂。这是什么？不要不要！我不会玩，不要不要！还要玩技能战，我等下就是完蛋了啦，完蛋了吧我！等一下，我还没准备好，这边，在我还没准备好之前，请勿，请勿，请勿，等一下。我放歪了吗？我刚放歪了吗？ちょっと待って，还没准备好，我还没准备好。啊！他坏了我好事，他坏了我好事哎、欸！我刚刚都准备好了、欸，他不能这样坏我好事哎、欸！我突然就不会玩。什么意思？啊，我怎么血快没了？这游戏是这样玩的。我今天第一次玩到技能战。我今天是我人生第一次玩技能战哎、欸，他不能这么不友善哎、欸。为什么我赢了？为什么我赢了？为什么我赢了？没关系，有赢就好了。啊，我刚才用到技能吗？完全没有啊！技能在哪里？没关系，有过就过。我有过就好了。其他不重要，其他不重要。哎、欸，不要不要，400分是不是？4000分是不是很简单的、啊？但是我真的是1000都到不了、欸，我真的是1000都到不了，我很难过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1000都到不了？有这种事？放了一个超长的在那里，因为他20方块也是4000分，所以是不是其实4000分的扑悠扑悠是很简单的？但我真的没有办法，哎，超过2000，我连觉得超过2000都觉得好难。我的主场，但我其实也没有到这么擅长20方块、啊，我真的只是当兴趣在玩。
好久没看到的游戏。技能战好像只能比谁活得久 ，HP 用完就输。可是那个道具用法是什么？我上次就有学啊，因为它有一个叫做普悠普悠教室，我上次就想学，然后我认真想要理解，但是就完蛋。再人家不厉害，还好还好，我就没有，我就只是按的比较快而已，我就只是按的比较快而已，根本没有比较厉害啊。什么意思？我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人在哪里 ？A 跟 D 是什么？零什么东东？哦，没有特别的。你好像有点强。我不跟比我强的人玩，没关系。我都跟比我弱的人玩，比较有游戏体验，其他我都觉得没有关系。其他就是，那是确实，不是跟比自己强的人玩，就是会没有游戏体验。要跟差不多跟自己程度差不多的人玩，会比较快乐。因为我就是那种没有在看下一张是什么，来什么我就打什么，来什么我就打什么，所以我会思考很久。时候可能研究一下怎么摆，这个要怎么摆？我很想放，但是这样的话，按很慢嘞，超不擅长，太不擅长，算那个点。这样进去了啊，有进去就好。我进去都没有问题，其他都不是问题。其他放哪都不是问题。刚刚那有吗？虽然我差点没有转进去，但我刚刚有转进去。逆时针转一次就进去，我没办法看，我完全不知道要转逆时针还是顺时针，我看不懂。变四连消玩家了，我是四连消玩家，因为我看不懂什么时候摆得出来，我就是这样莫名其妙摆，然后刚好看到的时候就可以这样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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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手机还有电吗？15%，我的主场是劲舞团，好不好？不是俄罗斯方块，我的主场是劲舞团。没关系，还剩15分钟，应该撑得下去。搓一下，这种团是强到夸张，有吗？
有强到夸张了。我可以打开键盘给你们看，但是我开那种副帐，小帐这样子，开小帐进去，这样的话大家也不知道我的账号是哪一个。发现什么都按不到，反正都有小账，就是我很久以前办的一个账号这样子。嗯，你也没看过其他人玩金融团，为什么还要更新？他还要更新哎、欸，实况用账号可以，我真的其实不止两个，就是一个是比较等级比较高的，一个是就是。乱买衣服，然后有一个为了免费的点数，所以办了一个奇怪的账号。其他都是乱，其他的我不记得密账号密码。以为你很厉害，结果连八个都按不完，是小亏是。180可以按完八九键，真的超强。下午好。下午好，在等待过程，看要不要就是充多少是充多少。嗯，哎，充电线又不知道去哪，充电线很难找哎。哎呦，一个练习用，一个挑战用，一个虐菜用，这种很虐菜用。这种很需要手指灵活度，感觉都是我的主场。不要跟小琴一样，有啊，我可以。不要跟小琴一样，有啊，我可以带。卡住了，突然很卡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，然后他就会突然很卡。看我牙齿还在卡，所以是法兰森出现之后会变卡，是不是？今天是有始有终。啊，不是。等一下，法兰森是最远，是他，就是。拿迷路给大家看，刚好少剩。
那我确认一下画面。那、啊、先开始就知道了。150，然后疯狂四，未使用反键，还是我使用一下，因为150才可以用，不用，不然的话我没办法判断。我们来确定一下中间在哪里。是在中间吗？我们来确定一下中间在哪里。是在中间吗？问号到底是在问号什么？
生了什么事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现在重播键盘声，他现在到底在哪？他好像还在很遥远的前方。谢谢晚三的戳戳你，好像好了吗？你们现在跟我是即时的吗？现在有即时吗？你们的游戏结束了吗？游戏结束了吗？已经到现在了吗？遥远的前方回来了吗？那差不多最后吧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那我差不多最后，我不想玩188，可不可以170放过我？170放过我好不好？暴食，我们现在就是，所以你们刚刚有看到吗？还是刚刚根本没有看到？太难过了吧，根本没有看到的话。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，刚刚结束的啊。有看到一段，然后全部都卡住是吗？太难过了。我刚刚姑且很认真的玩，那我前面开了反六甚至没有用啊。有听到键盘声，那我乱按也可以啊。很认真在卡，很认真在卡。妈，没电了。这个动作，为什么 at 黄奕琳？他现在在这里吗？没电，物理关播，会吗？可能会哦，可能会哦。这个是最后了，这场玩完就最后了。他竟然看我在直播。
薪水小偷。为什么可以边看边玩边看留言？按完就可以看，按完就可以看。健舞团电竞选手，教坏后辈，直播的时候可以打游戏。按不到。头转。我以前就是这样，然后可以打字。这游戏是竞团，跟我 PK， 可是他会不会根本没听过这游戏啊？最近跟我同年的人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游戏。准备进食，还有时间一边聊天。我以前就是这样，所以我打字才很快。就这样 ，Hello， 大量是暗法，对，大量是暗法。按完一次，空白键再按一次，结束了。再怎么看怎么玩，就是玩了很久。打字可以这么快，在玩进步不行，就等于是你把字记起来，然后打很快的。按指令，对啊，指令是重复的吗？好像每一首歌，比如说这首歌的指令应该就是这样子，好像是。跟歌的指令走，应该是吧？因为我有时候都怀疑，好像是同首歌的按的都一样，感觉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测试过。打字速度很快，对啊，我姑且中音打有差点到那个什么最高的那个等级，但就是差一点，可能差三个字这样子。我要念排名，我要关机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九，第九名大家都是戳戳你吗？啾啾你，谢谢恩，谢谢花生，谢谢法兰森，谢谢七月，谢谢大家。我的瞄眼了，我的瞄眼应该说对，我就是应该是已经按习惯，所以就觉得好像应该是这个键。测过一分钟打几个字吗？之前有测过，就是还好啦。我觉得要看，因为有时候因为用注音的话要选字就会比较难。第八名是丁毛，谢谢丁毛。第七名是黑杰克，谢谢黑杰克。第六名是豪豪，谢谢豪豪。第五名是小林，谢谢小林。第四名是柯基鱼，谢谢柯基鱼。第三名是文森，谢谢文森。第二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一名是十一，谢谢十一。嗨嗨嗨，我这边应该是用手指看的。小白有没有意识到我的劲舞团才是我的主场，其他都不是，其他都不是。而且我以前玩过八方，但是我八方真的是很慢，但是四方是真的开心。我最近一直觉得我退步了，就是退步的东西只是反键，其他都还行。反键开始要思考了。以前反键不需要思考，现在反键要思考了，所以反键有退步，其他都没有，其他就是正常。
然后就是冬天不宜玩劲舞团，因为冬天手会很冷，就是会很慢，所以冬天不宜玩劲舞团。一直吃又八方哎，下一次偶像生死都是比这个，那一定是我赢吧？八方会很烂，有觉得要比的话还是比八方，八方可能也不会赢我吧？四方都没办法，怎么可能八方会赢我？陈一帆的境界，刚刚看不出反键对我的影响，但真的有比较慢的，我真的有会停下来思考，但以前的话就不需要停下来。以前就是出来就可以马上知道他的反键前是什么。冬天玩节奏游戏根本痛苦。嗯，对，一定只有玩过，就这样子啦，各位。可以二对一吗？最多可以三比一，八方。按的速度跟那个中音打完全没关，没关吧？就是常打，常打字的人就是会比较快啊，然后常打劲舞团就是会比较快、啊。只是 burp burp 用变成上下左右而已。这样子啦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可以一次玩两台电脑，可以吧？这边按完，然后去按去那边按，整很近的话完全没有问题。谢谢大家，差不多了，拜拜，大家礼拜四见啦。看几秒，速度慢的话就可以按两次。拜拜，吃饭喽，大家，拜拜。